写书的心情啊，以及他这个做出书决定的这个过程。啊，各位，这个早上好，好，早上好，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真的很重要啊。那因为我认识梁老师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书真的非常重要。尤其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上网看了之后，我发现这个是一定要出书的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你目前感觉到就是你想让收入提升大概三倍以上的有参加今天上面的、啊、这样问大家都会举手，我想换另外一个方法来问好了，就你目前对你的收入是很满还蛮满意的、哦、挺满意的，但是就是挺满意的，但是你还是想要在收入再提升一点，有这样的人吗？有吗？很满意的还不错的，我没有不满意，就是还不错，但是想要收入再提升一点吧，就是已经不错了哦。好，你慢掉。你收入目前不是非常的好，那你想要提升多一点就看一下。好，慢掉。那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段话，叫做这个，大家可以不会照念，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五月份这本书就要出版了，叫做《打遍天下的敌手》，它即将在台湾跟这个大陆，我跟梁老师一起合书了，即将要在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呢就要畅销100万本以上。哇！对，所以各位看到今天是这个。其中一位畅销书的作者，这样可以吗？可以。好，你让我一起念一段话，叫做：哎，凯文，你念可不可以？可以。我教你，可不可以？打开给我看一下。哎，轩哥，来一起念了哈。我绝对不要出书，因为我害怕收入提升。因为收入不断提升，我会感觉非常痛苦。哎，大家觉得这样子可以吗？啊，这段话棒不棒？棒不棒？棒！你知道吗？我现在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没有出书的话，那你收入就会不断的下降，不是停止在原点，就是会不断的下降。我认为没有出书的话，就是像收入应该会下降大概三倍左右。哇！因为企业不是往上提升，就是往下沉沦嘛，对不对？对。所以人的一天24小时决定你跟别人做哪些不一样的事情嘛。对。所以没有办法停止，就是你不是往上，就是往下，没有办法停止。那我觉得我现在在写这本书，我有五个题目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有五个题目。如果假设你现在还没有决定要写书的话，那你就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让我的收入持续不断的下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决定要写的话，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题目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即将成为畅销书作者这件事情呢，会让自信提高大概3到5倍以上。哇！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自信提高三到五倍以上的话，会让自己收入提升，会不会？会。你觉得一个有自信的人比较多钱，还是没有自信的人赚比较多钱？有自信的。对，连当这个大师啊，哦，各位知道台湾有个证严法师嘛，对不对？我觉得你的大陆朋友知道。我觉得证严法师讲话真的很有自信，你知道吗？证严法师可以募到很多的款盖慈济医院，但是为什么有些乞丐啊，他们装成和尚的样子，在路边为什么要多少钱，你知道吗？因为他在跟你要钱的时候，连眼睛都不敢看你，因为他非常没有自信。所以不管是士农工商、工商各行各业的人，就算当和尚、当尼姑，不管是做食衣住行、文具、玩具、五金、食品、百货、塑胶，做各行各业的人，只要出书，自信就立刻提高3到5倍以上，立刻提高。然后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别人对你感觉就会不太一样。因为人真的很奇怪，他认为书中的作者呢，就是阿拉丁神灯的这个，就是这个神灯的这个精灵，真的。他认为书中的作者呢，就是一个成功者的象征。所以不管你现在状况怎么样，如果你现在马上出书的话，会让自信提高3到5倍以上，这是我第一个题目。好，那现在没有出哦，还没有出就有这种感觉哦，真的。现在还没有出就有这种感觉了，好，这第一个。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想和做真的是两回事，就是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被自己激励到，对不对？因为写书你要回忆嘛，对不对？对，你要回忆以前的事情、以前的状况，所以每写一段，然后就被自己激励到。我相信这个美秀应该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是。我看他写那个爱情的悲惨的过程啊，哇，觉得真的是有些哦，真的是蛮坎坷的。对，大家一定要买来看，就是要你赚到钱。有人先我先讲，就是先讲先转啊。好的啊，有没有人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突破自己的收入？有没有人这样的人？有没有？就你现在对于突破是。提高自己的收入这件事情有点障碍的，或是不想该怎么做，或者是听很多，但是还是不想该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告诉你铁秘方就是，管他那么多，先出再说，这是秘诀，真的。就我再不出书的话，收入会在明年立刻下降3倍以上。是。
因为你不可能停滞不前嘛，你只能往前走，往后退而已嘛。所以如果你不是往上提升，就是往下沉沦，不是从 A 到 A 加，就是从 A 到 Z 减。对，你不是离成功越来越近，就是离失败越来越近。所以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只有黑与白而已。所以你要选择是提高收入或降低收入，啊，就是只有两种选择。这第四点。第五点就是，如果假设你跟别人说你要出书，然后他蛮想取笑你的，或者是他想取笑你，但是不敢大声的笑，或是他敢大声的笑，但没有让你听到。好像据说美秀在出书之前呢，他以前的很多的这个贵人就一直笑他说：“你凭什么出书啊？”所以第五点叫做，当有人很想取笑你凭什么出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收入就已经被印证要提高3到5倍左右了。这是我体验到五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现在目前有没有人决定要出书了？决定，已经决定了，对不对？决定。这个我想这个身边的朋友很重要，我想我们公司营运长会出书，我想跟我出书，还有徐老师出书，还有我们投资家出书，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看着身旁的朋友的书，一本一本的书，自己的书还没有出，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压力，对不对？对，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本书啊，都即将超越巅峰，好，都即将超越巅峰。下面我要请的这个人就是啊，这一本呢，你想看哦，我从自己出书到上完马曼森的课，我决定跟我的合伙人每个人都跟他们合作一本书。哇！你看这个是在市场上有一个很大的跳跃，本来是不知道要出书的，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一本书，对不对？而且我跟大家讲，跟别人合作出书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出书会一直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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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拖。你如果跟一个人合作，他不会跟你拖，因为他赶快结稿，他赶快赚到钱。对不对？他就每天一直逼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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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书就出来。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人逼你，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啊，你说这是我们讲这个精华，就是我们超越极限出版社的社长啊，他出版了他操作的第一本书，就是我们刚投资家这本书《超越巴菲特》啊，即将已经这个上排行榜了。第二本要操作的书就是美秀的这个《就是要你赚到钱》，这本书我帮他做一句广告就好了。美秀呢，他在13岁的时候，他爸爸送他1000万。的负债，你想看一个女孩13岁负债1000万，她大概在20岁到21岁，竟然透过洗头发跟剪头发把钱还掉，她竟然到不到23岁又存了1000万。哇！我觉得光是不要说她，当然我不晓得她现在几岁了，可能比23岁多很多岁也不一定。但是我一直说她23岁以前的这个经历，光是这段经历，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这本书。你23岁赚了1000万吗？你没有，但她做到了，而且她白手起家。陈庭远，行销之神陈庭远。啊，谢谢。各位伙伴，大家早上好。好。我只有2分30秒，所以我讲快一点。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之前上亚冠的课程，我知道出书很重要。然后我们梁老师有投资我，艾总跟徐老师投资100万去参加亚冠训练班，更确认出书有多重要。去年9月我们上了马太生，我们知道出书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更重要100倍的是什么？卖书。所以之后我们就决定成立出版社。那本来我们之前想要请这个信义之星来当这个发行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经验，可是因为他的可能都是很多事务繁忙嘛。最后我就决定啊，在梁老师的鼓励之下，他不做，我们自己来做。后来我们在上完马太生之后，我在看他的书，然后我研究他一直上市上课的笔记，我自己研究，我真的发现了一个这个行销书籍的这个很多的方法跟策略啊，我也在跟马太生的课程当中被打开。那今天又上了这个进阶班啊，我真的是有一句话非常深的感触。我不知道各位，我们一样上完今天一天的课程，你有什么感触？我只有一句话的感触，就恨不相逢，未嫁时啊！你想想，你如果10年前就上这个课，就知道出书的重要。请问在各位，现在你会在哪里？你会赚多少钱？你有什么影响？你同意吗？你看看，你听听看，这个马太说的，谁说的？9岁小孩写书都变畅销书作者，家庭主妇利用油滴奶洗干，带小孩去睡觉来写书，都可以变成畅销书作者，可以成为亿万富翁。现在各位应该没有超过9岁的举手，超过9岁的，超过9岁的，来，请慢，来9岁都能够成为畅销书作者，你可不可以？家庭主妇有4个小孩都可以变成畅销书作者，没有4个小孩需要带的举手，没有4个小孩需要带的，来，现在说，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人上诉作者，你应该算是哪一种人？训的人，训掉的人，好不好？下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他很棒的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时间我太忙了，我哪有时间？我有这个事要做，我有那个事要做，而且这不是我的专业。那刚刚我们营养说先出再说，可是我觉得马汉珍今天说一个很重要的是，利用零碎时间来写书，因为有太多的事让你有太多的时间，比如说你上厕所大便的时间可不可以写？可不可以？你可以用手机随便写一段，写一句，或者是随时把录音机拿在手上，你就开始讲，你可以回忆。事实上，你只要利用这个零碎时间，三个月之内，你一定可以出一本书，好不好？所以三个月之后没有出书的，就把头剃光，好不好？那维林他就功成身后啊，八月没有出书，他就剃光头。决定三个月没有出书要剃光头的举手来啊！来，算数。我旁边帮我记一下这个名字啊。下一个，马汉森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点子，是因为事实上他说明星也需要与人合作，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打造一本畅销书啊，我今天又听懂了，你应该跟更多的资源来合作。比如说梁老师是不是看了一本书叫一本电影叫一部电影叫《女人香》，是不是？然后他里面也有介绍过很多很棒的电影，所以回去之后呢，我们也把梁老师的书，我们去谈电影公司跟这个《女人香》这个电影来合作发行这个书。哇！我们营长是打造过纪录团队嘛？那市面上有没有很多激励的这种团队战斗的这个书，有没有？我们可以去跟电影公司合作，一起来发行这个书。所以除了可以卖给书的作者，可不可以同时把这个书打给看电影不看书的这些人？可以。又可以打开另外一个新的市场，这是我今天又学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坐飞机啊，像我们这次坐很长的时间飞机来，我觉得坐在飞机上好无聊，都要自己带杂志。可是我看旁边的人都没有像我们有随时买书啊、看杂志的习惯，每个人都说无聊聊天，不然就抽前面这些很难看的杂志来看。所以我想起来，回去之后我们要说服跟这个电影公司、跟这个航空公司谈，买机票跟我们这个书做结合。你买机票，我直接就把书给你，带在飞机上，你跑不掉，要不要读这个书？要不要？而且我决定不要出太厚的，出薄薄的一本之后，你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就看完了，270，就大概出大概150页左右，149块，成本很低，然后机票就送这本书，你看完之后后面我留姓名电话，而且出这个书不用钱。为什么不用钱呢？消灭做卖广告，商业周刊是那个卖广告的杂志，是不是？是啊，我就找很多人出，因为飞机，我请问你啊，飞机上杂志是不是很多人付很多钱付广告，对不对？有点你第四天在讲啊，讲太多了。好，下一个是书籍行销大学啊，今天马汉森是不是提了这个概念？是，我觉得他在美国做，我可不可以在亚洲做，可不可以？而且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行销书籍了，是不是？所以回去之后马上跟梁老师来研究一下，我们就要在亚洲开办这个书籍行销大学。你看有多少人想出书，可是你会写书吗？你会卖书吗？你知道怎么成为销售作者吗？你知道吗？不知道。交把钱交给我，我教你怎么写书、出书、卖书、做封面，然后成为销售作者，改变你一生，成为亿万富翁。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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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上同一天的课嘛，是，但是分享出来的内容是不一样，是，对不对？我大概还有3分钟啊，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看他今天光是讲一点哦，我觉得光是这一点，你看就要花几个小时了。第一个，你这本书为谁而写？我建议大家回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记得投资家要出那本书之前，我先跟大家讲，那本书刚开始我们要印给上市公司印几本？投资家，当时我们只要印100多本，还要来本。刚开始我们第一刷印的时候就印，还没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要印几本，200本还是100本？要寄给上市公司的时候，还没有正式出这一本的时候，200本那时候说要印精装的嘛，对不对？如果是200本，他那一本书的成本大概是1500，是不是还是2000？你是不是寄给上市公司那一版吗？不是那一版啊，我说本来我们要印那个，我们要印第一版出来嘛，1500嘛，是还是1200成本？差不多。是不是1500块左右？1500块，对，你想看哦，因为它的内容很简单，你要印多一点，你才能够把价格压低嘛，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印少的话，价格就高了嘛。对。可是我讲的这不是重点，你看威尼他刚刚讲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他
他已经把要输出的钱都收到了。哇，18万8。你看他收了18万，他输了还没有死，就收了18万8。哇，对，他就是跟对老师，你懂吗？对，对啊，就我们书还没有出，书钱都收到了，他要先学这个方法，对不对？书像我那个，别说不可能，我收到还没有书，都已经卖了几万本了，这样子，书都还没有印呢。封面都还没有定稿，卖几万本，这个方法我们第一时间再来教大家。也就是说，你根本出这个书，你根本就不用本钱，你不用本钱，你把钱收到，你把这个钱来愿意出，然后找别人来帮你写挂你的名字，找一个不愿意出名的人，然后把这些钱全部都先收到，对不对？就是很简单嘛。刚刚这个老师讲 POD， 就算你要印10本、50本、100本都可以嘛，你不一定要印几千本嘛，因为你怕自己卖不掉，那你就再印个100本可以吧？是，钱先收到，印个100本就输了嘛。如果市场反应好，再加印100本，再加印100本，再加印100本，也可以啊，是不是？那如果你有企图心，要卖10万本、100万本、200万本、1000万本，那是后话嘛，是不是？我今天只能跟大家讲说，要输就是要输。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2年内的、明年、2年后的级别，我一定就会跟你们讲如何拍纪录片，因为我会马上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老师教完你不去做，那你不是白学了吗？是不是？因为他也在拍这个片子嘛，他跟欧普拉在合作嘛，他也在拍这个片子嘛，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你看这本书为谁而写？因为抄下来，我必须要找到我开始的市场，对不对？将大纲从头到尾列出来，按直接去写，重新回顾你要的结果，立刻执行，对不对？你的书的内容会不会得到你要的结果？书都是写给女人看的，你想从读者当中引发什么样的情感？你的字能用的词句可不可以使人产生立即行为上的改变？有没有抄下来？有抄到这些的就可以，有抄到这些的啊，只有少数人，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些东西是不是很重要？对，我也抄了好几页的笔记啊，啊。我们会在第四天把重要的 PowerPoint， 重要的就是除了卡通以外，重要的 PowerPoint 都把它翻译成中文，让大家能够抄。不要说等到我寄给大家，我们直接现在就在做。我们请我们的黄雅丽先生来帮我们完成这把伟大艰巨，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人生的工作。我们感谢一下黄雅丽先生。黄雅丽，好，现在跟马先生在一起。他今天晚上都不睡觉，这三天他都不睡觉，都要帮我做这件事啊，真的很不可思议。好，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年的目标几个目标嘛。第一个是上海5万人，是不是？2019年公司挂牌上市，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募集资金，2007年募集21亿台币，5亿人民币，2018年总共募集100亿台币，要募集25亿人民币，这是我现在的目标嘛。所以你要根据你的目标去出这本书。因为现在他，你要根据你的目标，也有这个目标嘛。马太先生说，你看，他一来我就跟他谈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华伦巴菲特，因为我们去年是竞标跟华伦巴菲特失败，竞标62万美金，差100块输给这个段先生，是不是？那今年他说回去承诺我一个礼拜之内就会告诉我吃饭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再看，如果投资家的书有一张他跟巴菲特的照片，哇，对不对？然后我们出下一本书。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啦。就是巴菲特说，你可以把钱交给他，哇，天哪，那不得了！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迈进，往这个方向去迈进，对不对？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唐纳川普。你想看，我从一来我就在想，哇，我们这马太先生在上海办完了，在5万人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呢？你想看，我们把唐纳川普起来，马太先生来。马太先生讲第一天早上，我讲第一天下午；唐纳川普讲第二天早上，我讲第二天下午。你猜想都怎么样？哇！3000人就好了，这件事立刻轰动全中国，立刻所有的媒体都会来，你觉得会不会？会。然后再出打遍天下无敌手，顺着出这样子，得到马太太的推荐，他说我的推荐，打遍天下无敌手。棒啊！你觉得这是一个行销策略而已嘛？但是就是我要进上海，每一步每一步都在想未来怎么做，要怎么达成未来的目标，公司怎么挂牌上市，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这些全部都是在做的事情嘛。所以我让大家知道是，我就在想这些事，然后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不管要完成任何的目标，出书都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事实，并不是说马克寒山他是超书作者，他才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出书。不，你要用美金亿万富翁，你现在就是美金亿万富翁，你现在就是，因为你先觉得你是，然后你才像美金亿万富翁一样思考，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像美金亿万富翁做决定，对不对？然后你像美金亿万富翁一样去行动，对不对？到最后得到美金亿万富翁的结果嘛？是。
对，但是如果你坐在那边，你还抱着你过去般的思考，那你不会成为亿万富翁啊，你不会的嘛。出书跟上电视跟上杂志，这是等号的，了解吗？你没有出书，你怎么上电视？怎么上杂志？上电视90%都有出书，95%甚至99%都有出书，几乎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上电视，你要曝光，你要得到媒体的资源，你要让人家请你去国外演讲，你要把你的声音扩展到别的地区、别的国家，你一定要通过出书嘛。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出书可以提高信赖感。就光是这三个字，信赖感就会增加你团队的人数，增加你的营业额，增加你的利润，增加很多很多从未发生过的机会。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拼进去，像美金亿万富翁一样思考，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决定要出什么书，决定要写给谁看，决定市场，不去想书名，从现在决定，决定出书的截稿日期，先把书印出来再说。在这件事上面，我也得到马先生的协助，我也会来协助大家，用最短时间把你的书出出来，好不好？我们看，帮我们出书了。对，亿万富翁一样去度过你偶像的时光。我们预祝明天你可以有更丰盛的收获，谢谢各位。可以在今天你们将会学到最多最不可思议的技巧，以及最多最不可思议最夸张的技巧。那白天好像有点慢耶，大家早上好，好早上好，好来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鼓励一下。昨天的课程是不是太夸张了？是。我感觉像今天啊，我们现场是不是又多了很多亿万富翁啊？是。是吗？是。是亿万富翁还是有人已经提升到百亿富豪了耶？老师，是不是？那要不要跟你左右邻居亿万富翁好好打一声招呼啊？要不要？要。要不要跟你亿万富翁，跟我们周围所有的邻居跟他打声招呼好不好？亿万富翁早安你啊！跟他打声招呼吗？亿万富翁早安你好。OK， 谢谢你方向。要当 B 的伙伴请举手，要当 B 的伙伴请举手。OK， 谢谢你方向。我们待会啊，就请 A 的伙伴好好跟 B 的伙伴分享一下，从昨天当中马克一下啊，谢谢。我们站起来之前，我们要来这个暖身一下，每个人站起来，每个人站起来，每个人站起来，我们暖身。跟上，左边，来，抖抖手，抖抖脚。那你有问题？血液里的脂肪凋零才不会老。那边，来弯腰，来，开始往后，啊，谁叫出来啊？来，来跟上。有一个想法是代表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做了，还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想法，当他把他白纸黑字写下，变成明确的目标，具有三个条件之后，这件事情他就开始产生力量。是。他昨天跟我讲，明确会带给你力量，所以越明确的力量就会越强大，对不对？他昨天是不是在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动机，然后接下来他讲的就是吸引法则。他讲说，任何一个人，当你开始决定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他就有人说，大脑就像是一个 GPS 一样，
卫星定位一样。当你决定你要去哪里，有用过 GPS 的举手，有用过 GPS？ 用 GPS 的这个顺序是什么？要开机。啊，不是啦，对啦，就是第一个是要先设定你要去哪里，然后那个设定的地方要设定的很清楚，要不要很明确，还是就是我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哪里，很好玩的地方，哪里很好玩，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哪里最好玩，而且很精彩的地方，到底怎么精彩，而且有好吃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不知道，反正就好这个条件，怎么去？不知道，你必须要很明确的指出，我就是要到上海的浦东的金茂君悦大厦，对，这种饭店旁边的二楼会议厅，要不要很清楚？要不要很清楚这个目标跟这个明确度，要不要很清晰？要不要？他说，只要当你的大脑，我觉得他昨天这样一讲，我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豁然开朗。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豁然开朗？他昨天讲了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他说大脑去想象那个成功的画面，不管想象是大还是小，跟你的脑细胞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也不会花更多的钱啊。他说，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去想大一点？接下来他讲，大脑就是一个 GPS 的系统。他说，当你决定你要这么去做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这件事情做了定位。他说，你根本不用管怎么达成，只要你够明确，下定决心，这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实现。他说，就好像你在开一条山路一样，你不用知道前面有没有弯，反正到了有弯的地方，你就自然会转弯，又遇到弯就自然会转弯，反正你就是会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直到达成你的目标为止。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要办上海50,000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是2005年达成这个目标。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2001年的年底，我认识了梁老师，我听到这个目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好，所以2002年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决定在北京开一家公司。然后我们要开一家公司干嘛呢？就是要在北京把它慢慢做大之后，然后要前进上海，然后在上海酝酿整个能量，然后要办这个50,000人。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结果后来出现了第一个大转弯，转弯是什么呢 ？SARS， 我们遇到了 SARS。SARS 驱使于我们转弯。第二个转弯是什么呢？当时梁老师的那个老板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这第二个转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们要办50,000人，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不对？是。可是出现问题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可变化了怎么办？是不是就放弃了？没有。是不是不要做了？没有。不是，只要你锁定哦，你决定你还是要这么做，就好像你今天你开车，你设定 GPS， 你要去一个地方，他叫你前方50公尺向左转，结果你没有左转，他会说什么？对，路径重新规划中。然后呢，为什么他跟你讲前方30公尺向左转，他会规划出新的道路，你如果又没有左转继续向前走，他会说什么？他是会在讲路径重新规划中，然后他会再告诉你前方10公尺请向左转。如果你向左转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下个地点在什么地方，你要再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是不是他会一直导你直到你到位置为止？是。还是你该转不转，当 GPS 开始骂人，叫你转你干嘛不转啊？你干嘛这样，你白痴哦，不管你了啦，你别去算了啦。啊，今天怎么这么重啊？他不会，他就直接会告诉你。那个，我记得梁老师讲过一个猫跟老鼠的故事，还记得吗？就是老鼠知道他这辈子就要躲猫，猫知道这辈子他就要抓到老鼠，所以有一天，一只猫抓一只老鼠，老鼠一直躲，然后躲到洞里面去，猫就在那个洞外面开始准备抓这只老鼠，所以他在外面等着。老鼠呢就在洞里面呢计划它逃跑的路线，然后猫在外面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然后呢老鼠就计划说，到了凌晨3点猫最困的时候开始，然后再冲出去，然后先跑这边，再跑这边，再跑这边，再跑这边，然后就可以跑掉，哇，就是这样的路线。然后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猫最困的时候，老鼠就冲出来，跑这边，这时候就跑掉了。然后猫怎么办？猫是不是在那边气得跺脚？哎呀，怎么让它跑掉？我还真的，真是大笨猫，啪啪啪，把自己打成猪肉，是这样吗？猫有这样做吗？没有。猫怎么做？猫就立刻再去捕捉下一只老鼠嘛，是不是？对，猫不会指责自己，但人会。GPS 错
错过了，他立刻路径重新规划中。GPS 会立刻告诉你要如何找到下一个可以去那边的方向。如果没有下一个路可以左转，他会告诉你前方回转，回转回来再向右转。他会这么说 ，GPS 会把你骂成猪头。还是要有一个装置，因为你三次犯错，所以它自动引爆，啪，不帮你了。GPS 不会这么做，但人会。我昨天其实听到这些，我现在我大脑中延伸很多的东西，我突然感受非常的深刻。你看，我们2003年，我回到台湾，我跟梁老师一起在台湾这个。办这个超越极限，然后呢，开始办这个课程，从只有5个干部开始做起。当时那个过程有多么的艰辛啊！奇怪了，要办上海5万人，怎么会在台湾呢？其实当时也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在台湾？没办法，当时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在台湾，所以就觉得从台湾开始吧。但可是要办上海5万人的地方在上海，又不是台北有个地方叫上海，还是自己找个体育馆贴个白纸，上面写上海体育馆这样。不可以啊，对，所以就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的大脑现在已经决定你要去的地方，它自然就会把你导引到那个地方为止。我们现在不就来上海了吗？是。今年你不就要办5万人了吗？是。Magic， 非常神奇的。当你一旦决定你的方向之后，它就自动的带你一直往那边去走，只要记得不要把 GPS 给摔掉就好。这是重点。你不能说吵什么吵，把它摔掉。你不能指引方向啊！只要你不放弃，那它一定会完成。所以话说回来，再回来，我再讲一次哦。马太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大脑不管想大的方向还是小的梦想，脑细胞用都是一样，也不会多花一分钱。所以为什么不把梦想写下大一点？上一次在9月的时候，他讲说，你用圆珠笔写目标，不管写大目标还是小目标，用的圆珠笔的墨水都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不写大一点呢？对，为什么不写大一点？为什么你不会写大一点？为什么？对，因为你在写目标的时候，你想了一个问题：我做得到吗？对，你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不敢写。问题是，他说的正确答案是这样的：要达成任何目标的方法，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目标变大，要变多大？尽你所能，把你所有一切所看到的、所知道的、所感受到的、听到、看到、感觉到所有一些东西，所得到的资讯最大有多大，你就写多大。你唯一写不出来就是你不知道。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跟马盖先生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要买私人飞机。马盖先生给我们的建议是要买不要买一台，要买就买100台。他说买一台要4400万美金，买100台就不要钱了。不是，你还没有听懂。买一台要花4400万美金，买100台就1毛钱都不用花了。投资你，听起来很玄吧？为什么买一台要4400万？买100台就不要钱？身价定位。为什么？身价定位已经不是。它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太有钱，然后钱不知道该摆哪里。真的啊！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台湾的这一期的当中，他们讲一个这个28岁的年轻人，在1年多前，将近2年前，他创业开办了一个网络平台的一个那个就影音下载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他为了这个平台花了太多太多钱，就是每个月都要花60-70万，你一直花一直花一直花，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收入。然后一做做做做了2年之后 ，Google 把他买下来，立刻他的身价超过100亿台币。对，他创网络界的一个传奇，就是他说在新竹科学园区做不到啊。天时地利人和，哇，那一整篇我看完好感动哦。为什么？他成功有几个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他有 partner， 他有最好的伙伴，你知道吗？2年前他决定要创业的时候，他找到他的现在这个伙伴，然后他这个伙伴后来分到比他还多，因为大家投资金额不一样，投资更多，就带他两个100多亿台币这样子，就是3亿多美金，就他们两个当初要一起创业，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他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网络，就是电脑工程师，他的技术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大小问题他通通都能解决，这是他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他在大小
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个大型的网站网络公司给这个邀请过去，然后成为他里面的工程师，所以他的收入是很丰厚的，甚至于后来这家公司上市，所以他拥有股票，所以他等于在那个网络公司当一个工程师就赚到第一桶金，所以他觉得他是当时他是非常富有的，如果继续走这条路下去，继续给别人请，他的收入还是会非常的高，所以当他决定自己要出来创业的时候，他的朋友怎么告诉他？他朋友跟他讲：“你的技术比我还要好，你当然应该去给别人请，找一个平安的、稳定的，这样子收入不是很好吗？你何必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呢？”两年后，他那个朋友真的去找了一个安定的工作，然后看他身价超过3亿美金，然后我就觉得最好玩就是他其中讲了一段话。他怎么说？他说：“我现在觉得最可笑的就是当初我劝过他，要他放弃他的梦想，以及我现在稳定的工作。”你有听懂吗？有。他的朋友劝他放弃吧，不要这样子，不要创业，不要创业。然后他自己就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他劝人家他找稳定，他自己也找稳定工作嘛，所以他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呢，就他的朋友身价超过3亿美金，然后他就说最可笑第一个。他觉得他自己当初劝过人家，叫他不要这么做。第二个，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份稳定工作，真的很可笑。你知道吗？他成功第一个关键是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搭档、伙伴。成功五大关键，第一大关键，第二大关键，第三大，第四大，第五大产品。第一个，他有非常好的伙伴；第二个，他有贵人。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创投公司进来。一口气砸了350万美金，啪砸给他，让他继续得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才能够撑了大概将近20个月。对，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因为他那个网络公司几乎基本上到最后平均一个月啊，大概要烧掉最少最少大概40万人民币，大概差不多160万到180万的台币左右，每个月都要烧掉这么多钱，因为平官要出来嘛，对，每个月要这么做。最后梦想实现，所以他有符合几个，第一个就是伙伴嘛，第二个贵人嘛，对，然后产品嘛，商业计划四大，所以因为他没有小朋友，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配偶嘛，但他至少符合这四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所以人家就问他，那你当初到底怎么想的呢？他说我当初没有怎么想，我当初就想要创建一个能够服务所有人的平台，就是一个梦想。他说：“可是你没有想到花很多钱吗？”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花那么多钱，他就只是觉得他一定要这么做下去。这么难的事也被他做到了，所以一切是起始于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开始想，你真的可以成为亿万美金富翁？你开始敢想这件事情，你所有一些事情就会从这边开始一路想上去。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成为全世界亿万美金富翁，他们共有的特质。哇！你不知道的，今天全部把秘密告诉你。所以接下来最重要的时间要交给最不可思议的人物。然后我们接下来用最排山倒海的掌声、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超级世界顶尖超级演说家Roger Hanson。停一下，坐。为什么呢？因为不够派。今天会比昨天更加的兴奋，好吗？I see a lot of you going
Congratulate you. 他说他今天早上看到好多人昨天晚上都有做功课，他跟大家恭喜一下。哇！ I'm gonna ask Albert to turn down the heat a little bit or turn up the air conditioning. Okay. 他说请徐老师可不可以那个冷气开强一点？冷气可以强一点。Put in the work. 然后暖气可以小一点。Okay.All right, last night, Lockie asked me at dinner to make sure I showed you how to become a billionaire. Okay, 昨天晚上呢，梁老师有特别要求我呢，今天一定要把大家变成亿万富翁。所以，准备很多，跟大家分享。So the principl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you would expect in Asia. 所以在亚洲来讲，他说要致富成功的秘诀跟原则，跟我们现在生活周遭环境所听的会不太一样。And for a few of you,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controversial. Okay, 那可能你们都需要懂的一个就是必须要懂得贡献这件事情。Just like a parachute works when it's open. 就好像你打开了一扇窗。I'm going to ask you to keep your mind open and be available to this new concept. 希望我们的大脑的思维也能够开启这一扇窗，然后非常的自由的去接受每一个部分。I believe the reason we've sold so many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books is because we've given away over $8 billion to different charities. Okay, 为什么心灵鸡汤可以卖做的这么好？因为啊，他们赚到了80亿，同样也把这个80亿去做更好的慈善用途。So, what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today is philosophy, which is a guidance system. Okay, 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原则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来领导我们完成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准则。Good. So this is going to be a departure from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 expect me to talk, but I think you will love it before this morning's over. Okay, 希望在今天这个早上呢讲完之后啊。我所讲的能够跟你们所期待的可以是一样，甚至于是超越的更好的。Okay,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mega 最大的思维，最好的成为亿万富翁最大的思维，就是这两个重点。你们要不要把它写下来一下？要。第一个就是要当一个慈善家。What we want to talk about is results-oriented philanthropy or giving. Okay, 就是要懂得给别人施予、施舍、奉献。And if it's your intent to be a giver, you're going to get back multiplied,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e story of all the billionaires do exactly that, if you'll just hold tight. Okay, 第二个重点就是除了施舍之外，第二个就是你贡献的越多、越丰富。越长久越永久持续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最好的资源得到你想要最好的结果或是超越过你本来想象的结果如果你持续保有刚刚这两个重点成为一个真正的慈善家的话 And I'll try not to go too fast today because I was told when you're stroking, it's much slower than writing our little alphabet. Okay, 他说啊，今天他的速度会稍微放慢一点，因为昨天他讲的速度比较快，而且东西内容比较多。尤其啊，他说我们这中文字的笔画比他们英文字的字母还要多跟复杂，所以今天要给你们多一点的时间去做写作。I'm so glad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 我真开心，英文是我的母语啊。But I'm going to learn Mandarin, just like my partner Dr. Canfield does. Okay, 他说他的 partner Dr. Can 啊，现在在学中文。他说他即将也要来学中文了。Okay. This has got a heart beating to it. 哦，有没有看到这个心跳正在跳动呢？有。And it says a creator of wealth, a connector of wealth, and a philanthropist have three jobs. Okay, 他说你要创造这个无限的财富呢，要跟这个财富接轨的，你一定要先懂得如何当一个慈善家，懂得施舍的人。那懂得施舍的人有三重要的要素，要不要赶快把它写下来呢？好，赶快。第一个，learn 叫做必须要懂得
So in English it rhymes, but it's learn. That means you learn how to make the wealth, then you earn it, and then you return it, and it gets multiplied. Okay, 在这个世界上，从世界上所学习到的任何一件东西，你都可以从这些学习上去赚到你更多想要的宇宙的财富。那这个 circle 呢，圆圈呢，还会再返回来，所以 return 就是再返回来一下。所以这是宇宙间这个财富的定律，就这三个字。 My intent is to live to be 127 years old, healthy, happy, joyous, and giving. So that means I've got 67 more or 68 more years to return it. And giving should be from the heart. Okay. 你还记得吗？他说他想要活到一百二三十岁，是吧？是。所以他还有六十多年要走，这六十多年他希望他的生活都是非常的轻松愉悦喜悦的，而且真正在做这个施舍的时候啊，是真的从你内在心里感觉真的是从内在心里那种真诚所拿出来的这种施舍。OK，所以他希望你们也可以跟他一样，用这样子的一颗心，打从心里的心来做很好的慈善。 Right. So when you're giving, you can feel your heart. Everyone, put your hand over your heart and say, "I give." 来，每一个放在你自己的心脏上面，然后砰砰砰砰砰砰一起跳，然后感觉它的跳动，好不好？来，预备，开始，砰砰砰砰砰砰。OK. At an individual love between two people, you can feel each other's heart when you fall in love. OK. 当接下来，比如说在我们在工作上面、事业上，或是跟人家做交往的时候。 互相，大家都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互相都可以看到彼此的心在跳动，如此的真诚。At a giving level, though, you're going to feel much more love. Once you are in the surplus, you'll have more than enough to generate and give away, and more will keep coming. Okay，当你所拥有的这些真诚的心，当你施舍的越多，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施舍，当然你所受到的回馈跟你所得的也会更多。 And Winston Churchill said,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他说，丘吉尔先生说了一句话， "I have to make the same thing." Okay，我们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有得到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生存有很好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应该施舍的要更多。Is that okay? Perfect. Okay, thank you. Now, yesterday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richest American woman, Oprah. 昨天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昨天有讲到，在美国最有财富的一个女生叫做Oprah。Yes. She made her fortune because she came from nowhere, decided to be rich, and then is a massive giver. Okay. 她为什么会有财富呢？她从一个本来都什么都没有的人，最后因为她的决心，下定了一个目标跟决心，我要成为有钱人。 于是他就真的如了这个愿，成为有钱人。那他为什么成为有钱人呢？因为他施舍了更多。一旦他施舍更多，他得到的也就更多。在他的电视节目上面，他决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施舍。Last October, she gave everybody in the audience $1,000 to give away. And they had to come back in 1 week and say where they gave it. Okay, 所以在他的节目当中啊，里头大概有超过300多个观众，他决定了一件事情，他给他们每一个人，1000块。那他这1000块呢，发给他们之后呢，告诉他们一个礼拜之后，我要问问在座的每一位，这1000块啊，你回去怎么用啊？你的用途花去哪里了？So. Here's what the question is.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d $1,000 to give away? And I want you to write out three things you'd do at least to give, if you had $1,000 to give away right now. Okay, 你现在呢，赶快写下来至少三件事情。如果你现在有这1000块的, how can you see? Write it up. Okay, 好，你把它写下。如果你现在有1000块的美金的话, 你要怎么样把这1000块好好的用途？
somebody's giving you this money to give away. 哎，别忘记了，这个钱是别人给你的哦。啊。And it's a dream or a vision or it's metaphysical. 这是一个梦想 ，OK? So, what happens is that you've now had $1,000 to give away, and my belief system is it'll be multiplied 10 to 100-fold. So if it's multiplied by 10, you get 10,000 back. If it's multiplied by 100-fold, and 1,000, you get 100,000 back. This is what my experience is.依照他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这一千块钱，假设是别人给你余球赚来的，在他的经验值里头啊，至少要乘以十倍以上。所以你给人家一千块，你会回收的，如果有十倍的话，那就是多少呢？一万块。如果你啊施舍给别人有一万块的话，十倍回来的你就拥有多少了呢？十万。哇！哇 ！Everyone go 哇 ！Wow！ Now。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had $1,000,000 to give away? 如果说现在你有一百万哦，要送出去做这些慈善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呢？ Write down what you're going to do, and you've got to give away $1,000,000 in one day. 哦，在一天之内啊，如何把这一百万啊慈善的用途？分享出去，请你现在马上写下来。你们觉得再把这些钱施舍出去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好。Great. Two things happen when you give away money. Okay. 如果你把钱施舍出去，会有两件事情产生。One is you get spiritual protection. 哦，你会得到很多精神上的保护。And the other, new opportunities flow to you.第二件事情是，所有最好的机会点呢，都会往你身上飞过来，吸引过来。I want you to just take a minute, talk to your neighbor, and tell them what you did giving away that $1,000,000 to her, please. Okay, 请你跟旁边的这个邻居啊，你的同学们说一下，你刚刚把这一笔庞大的钱施舍出去的感觉是什么？太棒了，很棒。你跟旁边的说一下，来讨论一下。有什么样子的感觉跟他分享一下你做这一件事情这一切的同时他看到大家的活力变大了是吗是欢笑也变大了是吗是快乐的热情是不是也点燃了呢是 Stand up and give yourself a standing ovation 来给自己一个热情掌声想站起来了好不好All right. Okay. 他想要找大概三个同学来分享一下啊、哦。你刚听到隔壁的也好，或是自己的也好， yeah. 那个听到的感觉要很哇哈的那种感觉。Okay. First, go ahead. 黄泰生老师早，各位同学早。因为我是从事美容美发23年的教育，我打算参加这个教育训练呢，和我们的梁老师以及徐老师合作，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创富，然后呢，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有这个理念，就是把所得到的钱10%拿出来办一个叫这个慈善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呢，也帮着在。找一些人来赚钱，来投资，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是说，大家生活。Thank you， 谢谢。然后找一个名人来做一场演讲，他必须要有就是成功学习英文经验的，对。然后这个演讲是要针对就是小朋友，那所有来。这个听这个课程的人可以得到他的一本书，然后听完这个演讲之后，我希望他来报名我们的课程，然后我们要建立奖学金的制度，再回馈给这些来报名的人。第一个，首先我觉得，当我们捐出$100,000的时候，第一个会觉得自己的格局扩大，就是说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啊，可以去做这件事。
所以第二个呢，会让觉得第一个是格局扩大，第二个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变大，力量变大。那不管就是说你去做捐出去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哎，自己有这个力量呢，可以改变或是可以拯救其他人，会觉得自己有这个多余的力量。然后第三个会觉得自己很有贡献，很有贡献。所以我其实我现在满脑子在想，还是就是跟巴菲特吃饭，还有请他从不到上海。所以只要我100万美金，我还是会去做这两件事情。啊，就是我本来就会这样。那跟巴菲特吃饭呢，是他会把这个钱捐给慈善机构嘛，所以这本来就是捐献，只是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多价值投资的这个秘密这样子。Well, I think China is in good hands in your future. 他觉得在中国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璀璨的将来。Yes. Because life gives to the giver and takes from the taker. Okay. 因为呀，我们所施舍的越多，你得到的也就越多。你拿别人的越多，你施舍就会更多，那你的回馈也会更好。Just like I said, when we're starting a business, you start from the end. Okay. 你一开始了一个事业，自然而然的，这个事业到最后的结果也会非常的好。And as the world becomes more philanthropic, money will bloom around the planet. 你知道吗？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做慈善的话，全球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很好慈善的感觉？ In the last 3 years, we've had 12 covers on giving away money. The most recent of which is with Bill and Melinda Gates and Bono of YouTube. Okay. 再过几年，我们每个人都会像他上面这些 poster 上面所登的这些人。一旦我们所赚的钱越多，施舍的越多，成为慈善家的话，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Yes. So what it is it's the open door to great financial wealth. Okay. 这个意思就是要帮你打开那个慈善的门，而且让你得到更多财务的这些璀璨的结果。There's the creator of the wealth. Touch yourself and say, "That's me." 所以啊，他说第一个很重要的，摸摸你自己说，说我就是那个创造者。Shake your neighbor's elbow and say, "That's you." 跟隔壁的摇晃一下，好不好？跟他说就是你啦。There's the connector of the wealth to the call the fundraiser. Okay, 要有很好的连结。所以要成为一个这个基金的创造者，要有好的连结。And then there's the contributor of the wealth. That means you as the philanthropist. Okay, 如果你愿意贡献的越多，施舍的越多，那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优秀的慈善家。And if you'll make the commitment that as you make a fortune, you're going to give a lot of it away, at least 10%, you will have overflowing.Ever-flowing prosperity. Okay, 如果你给自己下了一个承诺，你所赚的钱愿意把10%分享出去的话，全世界这些所有的财富啊，都会像那个流水滚滚而来。Wow. Yeah. Now, philanthropist is defined in the dictionary as the lover and giver to humankind in terms of gifts and benevolence. Okay, 他说慈善者、慈善家这个意思，在字典上面翻出来的字义就是你爱的人，或者是你所施舍的，当一个爱人的人，或是愿意施舍的人，这样子这么好心地的人，就好像被视为是天生下来的一种礼物，跟慈善，跟慈悲。And I believe every one of you is coded at DNA and RNA at birth to be a contributor.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啊，一出生啊，我们的 DNA 啊，啊，就已经啊被设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密码，就是要当为一个非常慈善的人。Some of you have personal issues or family issues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a lot of money with, and then solve that problem for all people. Thank you. Okay,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是个人的因素也好，或是家庭的因素，会可以让我们赚很多钱的财富的同时，我们也愿意施舍更多，这是一件非常慈悲的事情。Philanthropists know intuitively that their generosity creates more generosity. Okay.慈善家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你一了解，你越大方的施，你会回馈的、回收的也会越多。所以你要慷慨的施舍、大方的施舍，回来在你身上的回馈会更大。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can we individually, everyone say individually. 哎，如何告诉自己，哎，个人如何做到呢？个人来摸着自己说，个人如何做到呢？个人如何做到呢？ Create, everyone say create. 每个人跟他一起说创造。创造。And contribute. 来跟我说贡献。贡献。In a lifetime. 一生。Now you need to write down how long you're going to live because you make the decisio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how long you're going to live, how purposefully you're going to live, and how much you're going to live. Okay, 第一个先把